我是看我一个好朋友吼，将近要70了，安尼看因两阿婆呢，哦，非常的恩爱，有感而发啦，啊，足想讲要写一条歌啦，或者家老有力真好啊，一天我就喊阮某吼，伫咧想是讲，阿某诶，结束啊。因为阮某我嘛是拢爱叫结嫂啊，因为阮某吼，我讲啊，你奈要叫孙啊下呢，要叫是孝顺下呢。因为上感性上爱考啊。无啦，啊，阮某，阮某伊就讲吼，孙啊，北来物件足济，伊是一个足有才华一个人。我拄好带我的某囝去台南佚佗，我家己就拄好拖一条棉被困咧涂骹，我倒伫遐想，结果半暝一直想。想到阮母啊，阮母啊吼，为中华报道嫁去家人，被阮家甲阮爸生五个后生，啊无个一个查埔头甲奶奶，啊迄个阿母啊吼，真正是装卡来正港的家后，永远哦拢伫个灶卡看讲唔来食饱未，啊爱去收遐碗盘无。啊！阮爸吼做议员，啊，临时出去吼，等他所有时间咧倒也无找无，爱爱去找。啊！今仔要穿多一双，伊也去找。啊，因为阮老爸吼是一个吼个性足直的人。啊，古早人吼拢无讲迄个我爱你，一世人唔捌甲阮母啊讲过一句我爱你。啊，阮母啊吼啊点点伫遐做迄、那个，安尼灶卡迄个查某人，所以。我咧想讲，我替用阮爸教母啊迄个角度来写一个。啊，阮老母65岁就转去做仙啊。我毋捌看一个查甫人，一世人一个讲无敌铁金刚的人吃得好。因为这个时阵，要讲一句我爱你，要讲一句歹势失礼，这个家袂当欠你一个。要讲迄句拢讲袂出，所以我把迄所有的情景，甲写作歌词。我讲，父母是天地啊，翁某是一家啊。翁仔出去上班，某咧厝等，等等洗洗，伊回来时阵天已经暗啊，伊直直讲我透早我拼出去，所以是真是假，阮老母嫁去一家。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牵大汉，到尾啊，所有人拢在的，连阮阿嬷嘛在的，阮母来甲阮讲再见。伊用伊一生奉献给阮家。伫我六国有一对好朋友的翁阿婆，我一个朋友38岁时阵，伊就治着舌癌。也来往生，阿嫂，你有啥物遗憾无？阿嫂拢无考虑，随甲我讲，即世人我上遗憾的代志，就是阮翁唔捌甲我讲一句“老婆，我爱你”。我嘛同款，甲伊结婚将近要20年，我嘛唔捌甲讲“老公，我爱你”，这是我一生上大的遗憾。有当时啊，回来，甲咱的查某人，因为查某人陪伴咱几落十年，陪伴你困，陪伴你生囝，陪伴你吃你一生的艰苦。所以讲呢，有当时啊，回来甲咱的某讲一声“老婆，我爱你”。父母是天地，翁某是日月。日夜走找，断断续续，婚姻若风吹，感情若有野花，无句无话，是真是假？嘴边饮的茶，脚底穿的鞋，理想袂钱，你我两个。你的青
罕见的你去找，拼生拼死为咱一家。人生是短短，日子嘛剩无多，真正足歹势。我不是要歹势，只是讲不出那句话。人生有你陪，照顾厝内大大小小，三顿你想买。台湾的女人，台湾女人，嫁阮老爸了后，伊就爱饲小鸡，爱搁饲小狗，因为阮老母咧生，阮阿妈妈咧生，实在是安尼啊。阮老爸负责赛牛车，但是阮老母爱负责割草，返来给牛食。当我大汉的时阵，爱读册时阵，我的老母嘛是，逐天爱去割草，因为咱较早割草拢爱有两个篮，一个篮是地草，也一个篮是地我，安尼派。所以讲，天下间上伟大，拢总是女人，女人，咱的某。会使讲是非常的伟大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阿克来要甲咱现场所有查甫人，回去了后，以后，哪会当甲咱某讲一句啊轻声细细话，我要甲恁讲，无去予别人骗去。